会上吗？能大不会的，能大不会的，能大不会的，你敢想不能大？老师打扮没？我不会大呀，沙发跳舞。吃不了了。不要我走，沙发好跳舞呀。永康还没下雨。对，我同学阿芝都听不懂，他去都是直接摸的，他没有再问问题。不要笨笨的在那边大筐小筐随便筐。鲑鱼啊，圈圈的有卖吗？鲑鱼，你讲的好不好？台南公园出太阳。啊，这海球啊，200块，人买无？你看，你满兜咧落雨，你人台南市内底无落雨。啊，来，你要食啥物？鲑鱼啊，来吃。本来是没下雨。没有啊。以上刚刚所有的言论，通通都跟我没关系，因为我从来不消费。那些都是我们云林分会会长跟我讲。有什么事情撒到伊就对了。够你打架吼！压力够顺利个。两百块，你啥啥，你来去变两百块。如果两百鱿鱼花无两百，鱿鱼花啥啥汤汤，两百块有人买无？200，两百块有人买无？鱿鱼花，有人买鱿鱼花啊？台北下特大哟，雨下三天了。佩琴哪里下三天了？这么会下雨？这是什么鱼？啊，你用安尼流水就对了。系啊。没有宅配，现在在嘉义卖没有宅配。啊，信宏你喷水了。买100块。信宏乱喷的，100的。这里，刚才就说他要回血了。不行，100块，不然卖了你一回。我一百红牌的店，100。丰原现在下大雨了。不然卖了100块。可以了。黄鱼啊，好啦，黄鱼啦。还会再100，你以为我来卖啊？是啊，没啊。你今天你干河虾？河虾没有。没有。你早点来，7点来就有了。来，黄
我来温哥要看。八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五百了。哦、我哥那边雨真的很大的。过来弄黄鱼不？那边啥货吗？对啊，阿爸，来。我们四本。四。来四边走。新井还没下雨哦。会有找要不要大杯子啊？桃园是每个星期三吗？大园对每个星期三。阿公，我带两盒海鲜卷。每个星期三，中立星期二。卖套皮吗？牛肚吗？今天有牛肚吗？今天有没有带牛肚？有，今天有牛肚，哎，500块，玫瑰今天有牛肚哦，哈。哎，没人套丢的，套丢啊！你傻傻等等，你要叫套丢就睡完吧，我八块的，我八套丢，我八套丢。八卦山星期六，八卦山星期六。我八块，你卖不？我八块套丢啊，好不好？我拿回来。你的命。他怕你又变胖了。哥，你那血液呢？这个清蒸煮汤啊，清蒸牛啊。哦。不会啦，接下来。清蒸血液啦。所以市区没下雨，不代表山区没下雨，好不好？两袋来，三袋来，我就一来500块，四袋500块，这5袋500块，你吃500块，5袋500，帅鱼啊！我们就帅鱼啊，还是要贵？三袋啦。我多了6袋，三袋12袋了，好无？好啊，好嘞，你那收瓜这个。中立在哪个地方？新民市场。星期二中立新民市场，民权路还是民权街39巷23号？可以哦。这拢无到诶。小可有啦，已经到诶啦，小可有啦。来，可以，现在资历可以啦，现在大地啦，交车咧，3袋500块，有咩可以诶无？来啦，我少点起来，4袋500啦。我唔系，我扛起来哦。今仔是同时间，我今我8点半啊，8点半我会到。不一定。哎，牛肚留500，等一下有人在。再给我一只价目啊！现在弄个来，现在500了。好，玫瑰帮你牛留肚了哈。现在老板500块，哎，300了。今天东西不多哈，赶快过来拿。我们吃呀，我包几斤汤。
钓两摆，水的。我一包就卖了，就一斤卖百五，一斤卖三百。虾仁有吗？虾仁。卖三百。留一包。卖两百。哎，我这节三包两百块啦。好，没事，帮你留。三包两百块。不然我就偶尔回来，一包来，两包来了，这三包来，搁两包啦，我大远在哪？大远。偶尔这三包搁两包。大远在桃园。三包两包。中心街是谁？三包两包，我来买偶尔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来我心里，我告诉你。这有加米糕的哦。来。鸡腿啊，鸡腿卖五百块好不？什么鸡腿？来林家辉小恩。这我收的，卖五百，十几哦你啊。我六几三百，蚵仔搁留一份。好，玫瑰帮你留了。小文早，汤米早安。就可以打发我，兄弟。来，你边带好袂济啦，边带啦，边带哦，哦，你只爱输赢，你透明胶带这个无多空的啦，而且说你话好省啊，真空包装三叠袂三百块，四叠三百，五叠三百，六叠三百，七叠来八叠来三百啦。哎，我少一九叠来十叠来三百块你袂？十叠三百块，一叠三十块尔，边带伊，无人爱哦。来，我卢早。先跟各位讲哦，新地长得很漂亮。这黑的拢来五百，有人来无？没有，没有一笔勾销这回事，没有。现在没下雨，现在没下雨。这蛤蟆会不会？蛤蟆先来了，蛤蟆来，蛤蟆来了。两个人给破完两百块就卖了，两个客人两百块。来两百来。这条姐两百块先卖，不姐两百先卖蛤蟆，蛤蟆两百，十八八。有人来好来，无人来。哦，这个是什么来？哇，刘玉辉，哇，这刘玉辉。凤梨早安。那个
沙沙汤的菜加固菜回来就200块。哎，有人要鱿鱼花无？200，鱿鱼花200块，无人买鱿鱼花200块，无人买哦。鱿鱼花200块，鱿鱼花，鱿鱼花，鱿鱼花，好，我们可以吃。还没留到，是谁要鱿鱼花？哦，玫瑰哦，玫瑰还有鱿鱼花200哦，好。怎么过来不吓人呢？怎么样啊？没啊，你没来啊？不过，我八个人卖不？吃你不？我八个。一半啦，好不好？一包一千，一半五百，可不可以一半？哦，起风了哦，看来晚一点会下雨哦。哦，好凉爽啊！鱿鱼花留一份哦。好。我鱼就买500。买500。嘿。这无台的，这拢无咧台的。台湾就先来去。我完了。弄完了，这背包是800。嘉义有在下雨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背300。第二里、两第二里、三第二里、四第、五第二里啊，300块，300对，买多啊？这就是块啦。啊，过来要吃无？300块啊，出来啦，300块，大地啦、水啦，无啥多空的五地来，搁300块，啥物吃的？300个有无？好无？来这边来，来找200块来，包。我感觉了，感觉了。
什么？八地五百。八地五百。第三百，我讲我是。八地五百是卖到六十几啦。六十几啊？嘿啦，啊，五地三百。安尼搁找你三块。找你五块。找你五块来。来麻烦，我都要当对面的猪肉档遐挂一下吼。我都买上下啊，无人要演钓鱼啊，迄只，迄只人等是要演啊。过来卖无？无啊。铁路猪排可以啊。各位，我先跟各位讲，我昨天在气炸肉卷的时候忘记拍下了。那个你们要吃肉卷的话，可以订那个四分的，真的不错吃。丑男的老五八，丑男的老五八，我是老五八，老八八了，老五八，还有老人分而已啦。好，玫瑰帮你留了。玫瑰有点香，好听好。来，好听五百块。你们可以跟，也说真的，兴奋的东西有个好处，它的口味都没有很重。它的都偏淡，所以外面那种很重口味的，你们吃不惯的话，可以跟新粉订。它从水饺啊、馄饨啊、铁路猪排啊，然后到它的佛跳墙跟它的肉卷，我都吃过了哈。就是它的东西都偏都比较清淡，所以不喜欢重口味的人可以找他买，就跟他订过了。黑珍珠要留一份偷偷来，他丢老几分？好，黑珍珠帮你留了哈。今天早点来哈，今天麻烦。我得我爸。再半个小时，就差不多了。因为你们可以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后面没货了，后面没货了，剩桌面了。所以呢，今天各位有留货的早点过来。我给你帮，我给你留档啊。没事啊。各位姐姐。